自行车已成为世界风行的运动之一，乘风破风，追求速度感不再被人诟病，反而成为流行的风头。石墨烯可让这股时尚潮流增添实质的注意，增加自行车车架的耐用性、安全帽的安全性、骑乘的速度感及潮流的话题性。安全帽添加石墨烯，可有效地吸收并分散所受的撞击力道，减轻对头部的伤害。骑车的时候感觉闷热不舒服吗？石墨烯因其优异的导热特性，让含有石墨烯的安全帽及车衣能够将身体散发出来的热量导开，并加速汗水的蒸发，让穿着较不闷热，更加舒适。如果还在暖身呢？石墨烯可以吸收阳光，并将阳光转换成远红外线回馈给人体，有助于运动前的暖身效果。自行车的重量通常是影响比赛胜负的关键之一，石墨烯导入的碳纤维车架可以减少碳纤维的使用，以减轻车体重量且维持车体的机械强度，让选手专注于比赛而不用担心自行车是否出状况。石墨烯导入的轮胎增强了轮胎的耐用性，减少被刺破的风险，因而增加了轮胎的使用寿命。此外，石墨烯的添加也强化了抓地力，强化了骑乘的掌控力。石墨烯让骑乘时更加安全，提升表现，且让您的自行车更耐用，更具独特风格。何不开始了解并且使用石墨烯呢？请洽安具科技。